家好，我是许富宝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是大埔有机农场。好，从98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开始通过有机验证嘛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，这是在温室里面的美浓瓜。好，那其实美浓瓜瓜类的话，大概就是我们夏天栽种的作物啦。好，除了美浓瓜之外，就还会再种洋香瓜，然后另外还有那个小西瓜。哦，那冬天的话你看到的就变成是小番茄。哦，那设施里面是主要是种这些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哦，另外我们就是还有种那个有机的杭菊。哦，那杭菊的话它栽种的时间就比较长，啊，通常大概就是在每年的5月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种。哦，然后它要种到大概11月下半旬的时候，哦，然后到12月初会开始开花，然后那时候采收。那采收完，我们就是会把它，就是赶快做完干燥，然后就变成我们整年的那个可以贩售的产品。这个就是美浓瓜，哈。那美浓瓜其实基本上它是算是适合夏天生长的，啊。那通常我们一株就是留一果，啊。那这个瓜我都常常跟客人讲说，你要吃的时候就是连皮带籽，就洗干净之后就连皮带籽一起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第一个，其实全食物这样子的话，它的营养是最丰富的。然后另一个是，其实这个瓜它本身的就是风味蛮特别的。你这样子三个吃的时候，其实籽里面是最甜的，所以那个籽囊那边你吃起来会有一个很特殊的风味。然后吃到果肉的时候，果肉是带一点沙沙脆脆这样的口感，那它吃到果皮它是脆的。所以其实你吃下去，你会有一个很多层次的那种口感，哦，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排斥的话，我建议你一定要这样试试看。这个就是我们杭菊的幼苗，哦，这是今年预计要种的，哦，大概再过一阵子可能就会种到田区去了。那当初会种杭菊其实也算是一个因缘机会啊，哦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爸爸他喝茶睡不着，然后但是又想说种一些花花草草来自己喝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种了杭菊。那后来种多了之后，就发现这个其实它的需求还蛮大的，啊，所以后来就开始比较专注在这一块上面，啊。那其实杭菊我们从5月种到年底之后，它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，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为什么坚持一定要用有机栽培，啊，因为其实它采收了鲜花之后，你之后还要经过干燥的过程，所以干燥过后只要你中间有遇到什么样的使用过的东西，其实它都会验得出来。那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使用上的安全，所以我们坚持不去使用这一块。然后这个品种它算是我们特别挑选过的，它是算是白花，然后有点算是单瓣的品种。那这个品种它的特性是说，第一个它是在我们这边适应性比较好，然后第二个是说它的香味比较特别。一般你市面上的菊花它会比较有一点，很多客人是跟我说他们觉得像中药味啊。那它这个花的特性它就比较像花茶，所以你泡就是你泡开之后你闻到你喝起来你感觉它是一种花香。一般菊花其实有什么好处啊，其实大概上网查一下都知道，哦，可是你除了可以有这些功效之外，你喝起来它还是一种享受。很多客人买菊花茶，他们跟我讲的第一句话都说他们很喜欢喝，可是不敢买，哦，因为其实都是怕说会有药物残留嘛，哦，那其实就是以我们来说， 这一点我们也是一直战战兢兢的。我们除了就是说坚持不用药之外，哦，那我们就是连采收之后我们到干燥这个我们全部也都是自己完成，哦，因为 避免就是说如果去加工的时候又就是说跟其他的去污染到，哦，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段其实也是尽量是做好我们最好的把关，哦，然后我们定期也是会去送验，哦，就是要给消费者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保障。菊花茶的泡法蛮简单的，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马克杯嘛，大概
那种250到300cc， 你就丢个5-6朵，然后热水冲了，它盖起来大概焖个几分钟，味道出来就可以有了。那如果比较悠闲一点，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的话，你弄个玻璃壶，这样是更是一个好的方式。你还除了可以喝茶，还可以看一下花在茶汤里面盛开这样。那其实这个是算是它最基本的喝法。那如果你比较讲究一点的，有些会觉得，像有些会觉得菊花比较凉一点的话，你可能可以加一点枸杞啊，或者说加一点那个红枣下去一起下去饮用，那个也会增添它的风味。然后另外，如果你本来就有在喝茶的，其实菊花跟茶也很合。它最标准的就是那个普洱菊花嘛。那其实不止普洱，其实像绿茶或是红茶屋，其实它都各有它的风味，就是你要抓一下它的，就是让它的茶香跟花香可以互相去衬托，那个其实喝起来是一种蛮享受的。那如果说像夏天的话，尤其有小朋友的，其实蛮适合你，就是把它泡好之后放凉，放凉之后可以加一点点的蜂蜜跟柠檬，其实酸酸甜甜的会非常好喝，而且它又可以有一点消暑的那种效用在，所以其实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表现，喝起来其实一样都是一种享受的。